入嚟啊！Sir，坐低。保安科嘅张 Sir 有冇联络你啊？有。张 Sir 通知我话郑坤啱翻咗嚟香港，仲亲口承认咗佢系李万豪，而家喺 CIB 嗰边落紧口供。听 CIB 嘅同事讲，郑坤翻咗嚟，佢要指控你30年前。 收咗佢100-30萬嘅賄款，我真系唔明。如果佢唔翻嚟嘅话，咪可以喺泰国安享晚年啦。做咩冒住坐监嘅危险，系对翻嚟指控你呢？究竟佢同你有咩深仇大恨呢？你承认你自己系李万豪，咁你系咪即系都承认埋当年扫毒咗嘅郑志鹏督察系你杀？ 系，一个系兵，一个系贼，佢冇得冤我，系佢唔守游戏规则在先。当时我嘅上司系郑志鹏督察，每个月定时定下，佢都收到李万豪嘅钱。我就记得沙钱系1000，散仔系500。咁黄振阳有冇收过你钱？有，郑志鹏当时同我讲过。 扫毒组入边有17个人，17个人个个都有收我钱。当时黄振阳系个散仔，但系我好清楚记得，佢就系17个入边其中嘅一个。一直以嚟，就因为我唔肯收黑钱，所以同组嘅伙计大部分都排斥我。但除咗郑 Sir， 我唔知佢咁照顾我，系惊我告发佢，因为真系发自真心。不过无可否认。 撇除咗收黑钱呢个事之外，郑 Sir 系我喺警队里边唯一一个好朋友。我知噶，佢想掠多啲钱啫嘛，我唔介意。我好记得当时我俾30万郑志鹏，等佢分钱俾啲组员。黄振阳系郑方版得力嘅助手，佢分得最大份。点知礼尊辈啊，旧钱都未摊动，佢成队人就嚟冚我斗口，佢都唔系谂住嚟捉我，佢系想怼冧我。 黄振阳想杀人灭口，喺嗰次行动入边，你觉得郑志鹏督察系咪有心杀郑坤灭口啊？我唔敢肯定。我好肯定，黄振阳的的确确收过我嘅钱。我都唔明白，香港系法治嘅社会，点可以容许一个贪污嘅差人坐到警务处处长呢个位噶？咁郑先生。 咁你有冇啲有力嘅证据可以证明到黄振阳的而且确收过你钱？有，今日晏昼3点，我代表律师会亲自将证据交俾你。到时希望王 Sir 你能够秉公办理。王 Sir， 郑生已经落完口供啦。 如果你哋系想保释郑生嘅话，我谂暂时唔可以。我明，我只想见一见佢，应该冇问题啩，王 Sir， 爸爸，我想你唔好同啲差佬讲咁多嘢。你信我，我有办法。香港唔系咁啱你，我所以早啲翻去泰国。 你哋咩都唔使做，我今次嚟嘅目的，除咗指控黄振阳之外，有件事我想问下你。我嚟之前见过龙王，龙王同我讲过一句说话，佢话一子去，一子还。其实阿 Sam 系咪你搵人杀嘅？ 坤叔，大哥做咩都好，都系为咗你嘅啫。你知唔知一直喺你身边嗰个阿 Sam 系咩人啊？佢系差人嚟噶，佢而家生勾仲喺出边。你究竟知唔知道边个仔对你好啲嘅啫？
系点都唔重要，要发生嘅事始终会发生，就算你要怪我，我都冇办法。我只系想你知道，我唔可以眼白白睇住佢咁大年纪，仲喺监督手。其实阿 Sam 系差人又好，唔系差人又好，系生又好，系死又好，都唔再重要。你龙王讲嗰说话系真嘅，真系一字去，一字还。你哋唔使理阿爸嘅。阿爸点啊？佢唔系你阿爸。如果阿爸有咩事，我一定揾呢班差佬嚟见尸底。佢往常叫我攞俾你。我唔怪佢。谢谢，帮我送包烟入去。其实阿爸平时好少食烟嘅。其实你系咪真系好唔想佢有事？更仙境蓝天绿海妙语花香，真系喺度死我啦！仔，猫哥讲过佢好中意呢度，所以我索性将佢买咗。我谂佢都希望见到我哋喺度陪佢。等我做完一件最后嘅事之后。我都希望可以回嚟同你喺呢度过埋人世。我讲真，唔好走。我一定会回嚟。瑶瑶已经死咗啦，猫哥都死埋。如果连我最亲嘅人都死埋，你觉得值得咩？猫哥个仇一定要报。唔好走啊！
唔好走啊！傻女。会回来的，我会。答应我，如果佢有咩事，帮我睇住佢得唔得？我知道你跟住会做啲乜嘢，你咁样做好危险啊！但 case 系我嘅，无论点我都要捉到郑坤，明唔明啊？佢需要你啊，佢唔可以冇咗你。你知唔知噶？所以你更加应该帮我睇住佢。嘅，你而家被拘捕，代表律师嚟咗，佢仲带埋两个三十年前喺扫毒组嘅探员嚟，我已经安排咗佢哋喺密码房。当年个个月都时都后就有嚿钱摆落我哋柜桶度啦，成个警队都立立乱噶，我哋差人收呢啲钱都系逼不得已噶咋。咁一队有十七人，十七个人都有收过黑钱，而黄振阳都有。總而言之，個個都有份。咁李萬豪有冇俾過咩好處或者金錢上嘅利益？冇，我都成幾十歲人啦，要收嘅以前都收夠啦。今時今日，我係憑良心做人。CIB 嘅孔 Sir 啱啱通知我，話鄭坤嘅代表律師帶咗兩個人嚟。是你以前掃毒組的同事嚟嘅，佢哋嘅證供都係指控你當年有份收黑錢。我有冇需要過 CIB 入邊協助調查 ？ICAC 已經接手成件事，嗰邊嘅羅 Sir 都通知我，如果有需要嘅話，佢哋會直接聯絡你錄取口供。放心啦。我已經安排好曬噶啦，總多留翻翻。今日呢個時候，我點解翻都唔收？我真可以翻鄉下。老狗，點解你會喺度噶？你知唔知差館所有人揾緊你，連 CIB 嗰個黃 Sir 都嚟我哋重案組探探你嘅消息。究竟發生咩事啫？唔使驚，冇事，坐低。
放心，我冇事。屋企你又唔翻，电话你又唔开，你而家仲带埋彭小姐嚟呢啲地方做乜？大哥而家好嬲，佢答应承佢嘅嘢冇做到。我而家咩都唔想理，我净系想带彭慧离开香港。 你要避乜嘢？侯文华，你唔好唔记得，你仲系一个差人，你使乜避佢啊？我已经唔当自己一个差人，我而家咩嘢都唔想做，我净系希望你姓侯嘅可以放我哋一条生路。呢样嘢我真系揸唔到主意，不如你而家跟我翻去，有咩你亲自。 我跟你翻嚟，差馆咁多兄弟喺度，一定帮你拆掂佢。我出去，好快翻嚟。 你真系要跟佢走？放心啦，唔会有事嘅。记得锁好门，唔好周围去，知唔知啊？喺度等我翻嚟，嗯。 成日去咗边啊？你知唔知我同王 Sir 揾咗你成日啦？侯文华已经知道咗你冇杀到我啊，可能已经四围挂紧你。冇所谓啦，反正过埋今晚我都会同彭慧离开香港，唔翻学校。做咩啊？想同你朋友避世隐居啊？我应承过佢，带佢去笪清静嘅地方，佢琴晚精神很好，我想好好休息下。 发生咁多事，行开下都好嘅。Sam 啊，今次我走咗，可能唔会翻嚟，你可唔可以帮我做样嘢啊？我同何 Sir 讲咗，你之前所俾嘅假口供同证据都系我俾你嘅，一切同你无关。唔该晒。到你女朋友好翻，记得带埋佢嚟泰国，要两样嘢送俾你哋睇。 第一就系我应该开始同面档嘅女仔拍拖，到时一定要正式介绍呢个女仔俾阿嫂识。第二样咧，你未见过我着警察制服嘅样，想唔想见下？好，一定会去。 多谢你包烟。系咧，我律师带咗证人嚟嘅。带咗嚟，我啱啱同佢录完口供。咁你信唔信佢哋讲嘅说话？好老实讲啊，郑生，我唔信。点解？
直覺。我今次嚟係想問多你一次，究竟黃振陽係咪真係收過你黑錢？王 Sir， 你知唔知俾到答案嘅人只係得我一個？我知道。而家你講嘅嘢就係真相，你係黃 Sir 黑就黑，係白就白。但我真係好想知道事實嘅真相係點。你可唔可以應承我一件事？如果係我能力範圍之內又唔犯法嘅，一定可以。我離開香港30年，呢幾十年有笪地方好想去，唔知你可唔可以幫下我？做個差佬直頭，你翻轉頭，你翻大哥身邊做咩事都冇。我問你馮志偉喺邊度啊？你落去先。大哥講過，出年4月28日就係馮志偉嘅死期，你無謂再為佢做啲傻事。如果馮志偉有啲咩事嘅話，我要一個二個陪一齊死。咁你自己同大哥講。文慧啊，你講俾我聽啊，馮志喺邊度？交佢出嚟啊！文慧，文慧啊！你去做咩啊？唔好意思，我想见佢。见咩见啫？好啊，好啊，好啊，想见你啊！你唔好，好啊，好啊，来嘅啫。刘生，我想请问你有冇捉过彭伟？如果有嘅话，你可唔可以放翻佢？冇，我冇捉过彭伟。刘生，你知唔知彭伟咧？最近精神出現咗啲問題，佢唔可以分咩係真咩係假，好多嘢都搞唔清楚，已經開始咗3日啦。佢呢幾日冇瞓過一覺好，我知道所有嘢都係因為我而起，唔關彭偉事。
我真系唔知道可以为佢做到啲乜嘢。我同我自己讲，我可以咩都唔理，咩嘢都唔做，我可以唔做差人，我可以掉低晒香港所有嘅唔理，我同佢第笪地方重新嚟过。无论到时佢仲记唔记得都好，又或者系几严重都好，我都会一直喺身边，一直陪住佢。老三，唔该你，冯志伟，彭伟唔喺我度，我讲真的。休息啊，大教授。離開香港30年。我一直都希望可以再翻翻嚟呢度，烧啲衣纸俾我老婆。你太太仔都过生日，我老婆就系呢度俾人掟落楼嘅，一日都系怪我冇用，冇办法啦，出得嚟行就遇咗。广成，你介唔介意上支香俾我老婆？好多谢你完成我咁多年嘅心愿，可唔可以叫你同事行开下？你落去先，好似唔系咁好喎，怕唔怕？得噶啦，我会睇住佢，你落去。我答应承你嘅嘢就做咗啦，你都应该守诺言，讲个真相俾我听。王 Sir 咁帮手，我一定将事实话俾你听。其实当年王振阳冇收过我一毫子。咁啊，两个证人。系，人系可以收买噶嘛？30年前可以，而家都可以，30年后一样都可以。因为人有贪念呢样嘢系冇得变，只要有人嘅地方就有贪心同贪念，呢样根本就系人嘅本性。带我落去啦，我都唔想枉上你难做。我女人搞到你而家喺呢度啦，佢一叫你出去又唔知想点。大哥，唔好做啊！依我同你去啦，唔使。依叫你车去，我话唔使啊，系咪聋啊？Sabi Yanji, she is seven and ten.
彭伟，彭伟，你可唔可以放过冯志伟？我求下你啊！我求你啊！捉过冯志伟，佢而家好安全，你放心。以后你哋还你哋，我还我。对唔住，冯志伟今日一定要死。出年嘅4月28日就系佢死期。我唔可以放过佢。以后你想同冯志伟去边度都得，我净系希望你哋以后可以生活得好啲，开开心心。件事搞成咁，你哋唔可以怪任何人，要怪怪你自己。本来可以冇事。冯志伟可以继续做佢平凡嘅差人，你知唔知啊？其实你害死佢。你放过佢啦，我求下你啊！听我讲，俾枪我，翻去冯志伟身边，佢等紧你，冇用噶。就算你杀咗咁又点啫？死咗嘅人系唔会翻身。冯志伟死咗。冯志伟，彭伟家宗亲。我再加埋一手尾，我心应承你，我好快翻嚟。上吧，实在为咗我太多嘢，唔通我为佢做翻少少嘢都唔得？对唔住，后生。
你终于肯嚟见我啦！嗰个差佬俾只牌子嘅烟我嘅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仲未死。你有咩想同我讲啊？ 后生，你知唔知后面话你几点钟离开医院？咁你知唔知系咩人约佢出嚟咧？咁啦，后生，等你心情平复翻啲，我再留口供。许柏伟，咁多年嚟，我知我身边有差人。 我怀疑过好多人，但系我从来冇怀疑过你。原来咁系错嘅，错晒。阿爸，龙王讲得啱，一子去一子还。我养只阿 Sam 已经死咗。 我伙计问过其他单位住客，有人认到彭伟曾经喺楼下出现过。枪声之后，亦都有人睇到有一男一女离开要同大厦。我怀疑当时冯志伟都在场。你知系冯志伟做嘅？我唔敢肯定。后生，我明白你嘅心情，不过希望你唔好插手呢件事，留翻俾我哋警方处理。 郑先生，呃咗你咁多年，我觉得真系好抱歉。你无需再喺我面前出现，你想点？我嚟系希望你放弃指证王振阳。你仲敢同我讨教？我翻嚟香港就如咗成世包金，只要王振阳坐监，我就觉得咩都值。而家牺牲嘅唔止你一个。 你知唔知？浩文华已经死咗。你讲咩？响一个钟头之前，有人听到三洋中亲会有枪声，差人去到现场，见到浩文华中枪死亡。 你自己都相信因果，你唔好再作孽啦！一智慧，一智慧。你同我准备下，我听日翻嚟。